行，我唔甘愿咧。想袂到后日哦，竟然哦做菜做到这么粗鲁，我无应承。我就是惊你这款人啦，我身负债子一万，然后你提起我都无钱来调分，到时候我该无骨头。反正我吼随身都准备啦，我陪我吼咧目睭大滴个啦。是安尼吗？太委屈啦！是安尼吗？这不是我背包我那摸吗？你揪着我的摸？这真有啊，乌白来啊！哈，偷摕我的背包，我伫咧轻骗，迄明明是我的。你安怎讲你的来？你讲内底有啥物物件？你甲看。我内面物件足多啦。有啥物物件来？哦，这多有份。才让我抓到，咱加讲路行，再来你公安记大你卖啦卖啦，对呀、啊，我做贼仔好高不离三乡啦，我不是讲超过伊出事就要来给你偷地钱啦，你知我外可怜哦，阮家哦，阮阿妈十八岁啦，阮母哦还袂嫁啦，所以我才讲才讲好势啊，哦，什么你阿妈十八岁？啊！你老母袂嫁，啊袂嫁要怎生你呀？啊，唔对不对，你老母袂嫁。我阿妈十八岁，母我咧做土地。你出来吼，你讲母离谱咧！你到底是吼咧讲到一个实话啦？我拢听无半句啊！你讲重点啦！啊，坏死了！就是吼，我阁有一个老的，啊，阁有阮母爱饲，剩我家己一个人吼，也毋知通创啥物，无通通啥事。唔才来甲你偷提钱，我甲你来弄烟溜烟啊！我伫咧做歹囝，伫咧做小偷，你安尼失足目的，就是要饲大事饲细。嘿啦，我对你厝内面有真侪人爱饲，嘿啦，啊你负担真重，足重的，无法度，嘿，再惊歹咯。对，小贝起来啦。好，感谢感谢，啊无代志我先走。等下，唔要搁再危害社会，亲像你安尼生哦，常常咧乌白做，加爱讲哦。你要前途乌有，一定吼后方人也去关。第一食无钱饭，那安尼是恁兜的人爱养你饲，你若是方也去关。以后你的事多，甲你的老母是要叫什么人家照顾？你安尼讲有道理，啊无安尼是啊，我对你身躯边，啊你来去趁钱，啊阮兜拢互你饲。讲个什么话啦？啊，我是你的家里事事哦，我帮你趁钱，是你规家伙啊。我哦，娘阮也是无够外好啦。我嘛一个老爸爱饲，目睭不青年啦，我的负担嘛真重，所以我要来去五华三中拜师，成为女将，伫咧江湖上超有名声，团队数百一名，所以我要来去个所在拜师，你讲我斗阵来去，有这个好功夫，以后你都有一番的作为，就免去做真溜啊，行歹路。